大家好，我是兔编，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深知工三小。三月份每周三下午3点准时开播。在我们的直播开始之前，请大家帮我们按赞、分享，分享给你所有的研究好伙伴哦。那首先呢，先跟大家说一下本周的好礼是什么。不知道上周有得奖的粉丝们有没有去看一下留言？记得要来私密兔编，这样才能够把好礼送到你的手上哦。那我们本周的好礼呢，是龟柏萃的护手霜，以及带有 16G USB 的原子笔哦。那本周一样抽出10位，上周呢有抽到奖的朋友们还是可以再抽奖哦。那每周都发问，如果4周都没有中奖的话，还是有额外的3个好礼的机会，所以大家要把握哦。那看直播的时候，只要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留言区留言，我们这边直播组会回复您哦。今天的主题呢，是由我们谢家山博士所演讲的 WES 跟 WGS， 你知道这两者的差异吗？该如何选择呢？以及这两者在分析上面的差别又是什么？今天谢博士呢会跟大家深入解析。那我们的直播在1分钟后开始，请大家记得按赞加分享，提醒大家进来直播间哦。Hello， 大家好。深知工三小即将开始，已经3点钟了。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 WES 跟 WGS。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由我们的谢家山博士来为我们介绍今天的主题。OK， 大家好，我是谢家山。那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主题是 WGS 跟 WES。那 WGS 它的全名叫做 Whole Genome Sequencing。那WES 它叫做 Whole Exome Sequencing， 那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异以及它的应用呢？在接下来的时间会为大家做介绍。这是我从网络上去搜寻罕见疾病的一点通的网页。那其实基因检测呢，跟我们的生活其实已经相当的接近了。你可以从这个网页上面看到说，有很多很多的罕见疾病，其实它都已经透过了定序的方式，去看看说它这个在这个基因是不是有发生突变的情况。也可以看到它检验的方法，例如说是在某一个特定的基因上面进行全基因的密码定序，或者是特定外显子序列分析。所以像 WES 跟 WGS 其实已经就是图片的应用在医疗上面了。所以现在先为大家做一些简单的介绍。那人类基因体呢，它的大小为3×10^9的 base pair， 大概是30亿个 base pair。 那其中 protein coding 的 sequence 呢，是占了整个基因体的 1.5%， 只有 1.5% 的地方而已。那剩下的区域是什么呢？剩下的区域是 non-coding 的 RNA 菌，还有一些 regulatory 的 DNA sequence， 还有 intron， 还有 links 跟 sins， 还有一些区域呢是还不知道它的功能的序列。那人类基因体从一开始解码到现在之后，已经经过了非常的多年。那它的版本呢也是一直在更新当中，从HG16 一直到目前的 HG38。 那
目前可以分析的版本呢，所使用的有常见的有两种，一种是 HG19， 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 GRCH37 以及 GRCH38 这两种版本。不过在我们在公司的分析流程上呢，目前是主要还是维持在 GRCH37 以及 HG19 这个版本。原因呢，是因为其实有很多配套的资料库，他们的资料都还是停留在 HG19 这个版本上面，那它的提供的资讯也比较丰富。那所以大家记住哦，那如果委托我们公司做分析的话，是使用的版本是 HG19 这个版本。那 WES 跟 WGS 有什么样的不同呢？首先它涵盖的区域不一样，WGS 它涵盖的是整个基因体的区域，但是有其实啊，并不是所有的区域，在技术上的限制，有一些区域还是比较难被定序到。例如说，有一些区域它的 GC 的区域比较难被定到，还有一些长大片段重复的区域，以及染色体终结还有端粒的部分。所以实际上能够定序的区域大概是占了整个基因体的95%到98%。那 WES 呢，就是从字面上看来，它就是去定序的区域，就是 protein coding 的 sequence。 那目前市面上有 几间公司有出产这种 exon capture 的 kit， 其中有安杰伦，还有 IDT， 以及 Illumina 跟 Roche，这四家呢，他们有出不分别不同的 capture kit。 那这些 capture kit 呢，它的 target region 就有不一样，不过其大部分都是落在50-60 megabase 之间。不过 IDT 这一个公司，他们出的 capture 的 kit 区域比较小，它是39 megabase。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所需要的 genomic DNA 的量也不太一样，有一些它的需要量比较高，例如说Roche 的它需要量比较高，那 Illumina 呢，它需要的量比较低，只要50个 nanogram 就可以了。那还有就是他们 hybridization 的时间也很差异很大，像安杰伦的话，它大概是16个小时左右，那 IDT 呢，它号称只需要4个小时，那 Roche 的话，它的时间比较长，它有到72个小时才能完成这个实验的步骤。所以在选择不同的 capture kit 的时候，你可以考虑要看看要使用哪一个牌子的来进行 capture。 那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定序深度，就是产出的资料量。先要了解这些基础的名词之后，在之后描述的话会比较清楚。那所谓的定序深度呢，就是我们的读长的长度加上我们 read 的数目，然后去除以我们的目标基因区域的大小，这样子算出来呢，就是得到我们所谓的定序深度，也就是我们产出的资料量。那 WGS 它产出的资料量是多少呢？一般常见的 WGS 30倍的资料量来说的话，大概是90G。那像这样子的抠出来的 SNV 跟 indel 的话，数目大约是上百万个，这是指一个简体就能够抠出上百万个这些变异。那 WES 常见的定序深度呢，有100倍，它的资料量约为 6G。 那如果是定到200倍的话，它的资料量约为 12G。 那它抠出来的 SNV 跟 indel 的数目呢，大约一个简体是几万个左右。那听完了定序深度，也就是产出的资料量以外，我们还要来认识一个很重要的名词，就是 on target rate。 那这个名词会出现在WES 上面。那它的计算方法是什么呢？它的计算方法是说，你将你得到的 read 把它 mapping 到我们的 human 的 reference 上面之后，我们去统计分母是所有的 read 能够贴回人类的参考基因体上的总数，然后分支在我们 target region 上面的 read 的总数。那这样子算出来呢的结果就是 on target rate。 一般刚刚提到的那些 exon capture kit， 它的
数值呢大约会落在 0.65 到 0.75 之间。所以也就是说，如果要计算我们产出的资料量的话，我们该怎么计算呢？也就是我们以 SureSelect V6 Kit 这个 Capture 的 Kit 来做例子的话，它 Capture 的范围是60 Megabase。 那如果我希望我的平均回贴到 Human Genome 上面的倍数要有100倍的话，那除以我的OnTarget Rate 取 0.7 的话，那我其实我需要的资料量应该是要 8.6 Gigabase 这么大，才能够达到我所谓的真正有用，而且是能够在 target region 上能拥有达到100倍的资料。那在 Illumina 的官方网页建议上面呢， WGS 它的建议是30倍到50倍的定序产出量，那 WES 的话呢是100倍。好，这个是 Illumina 官方给的建议。那知道了什么是定序深度之后，那有不同的定序深度，我们该如何做选择呢？那首先必须要先了解一下自己的研究方向。你的研究方向如果是生殖细胞变异，也就是 germline variation 的话，那你选择的定序深度应该是如何？以及体细胞变异，也就是 somatic variation 的时候，你的定序深度该如何选择？那首先我们先来讲生殖细胞的变异好了。那生殖细胞，这是一篇2015年所发表的 paper， 它针对了定序深度跟变异数目之间的研究。那它所使用的方法是 WES。 首先我们先来看横轴，横轴就是定序深度，也就是我刚刚所说的产出的定序量。那纵轴呢是实际平均的定序深度，也就是将我们的定序的 read 回贴到reference genome 上面之后所得到 的实际上的定序深度。那纵轴这边左边的纵轴折线图呢，它是指说你在特定的定序深度时它涵盖的区域的百分比。那首先我们来看它的图示，在 mean depth 这个蓝色的条状图来看，如果说我们一般表定定序深度是100倍的时候，那它对过来它实际上的平均定序深度其实是也是落在60倍到70倍之间。那如果是表定是200倍的话，那它的实际定序深度大概会是在120到130平均的定序深度上面。那我们来看折线图的部分，折线图这边有代表1倍、5倍以及10倍一直到25倍这样子的标示。以25倍的例子来说好了，如果你希望你的 human genome 上面有被定序到25次的区域的大小，然后可以随着不同的定序深度而改变，那以200倍来做例子好了，如果你定序深度有到200倍的话，那你平均有 85.5% 的区域它的定序深度有达到25倍，像这样子的深度。 OK，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是在不同的定序深度与分析到的变异数目在不同的genomic 的 region 来看的话，我们比较的是这边是 intron， 这边是 exon， 那这边是 splice site。 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定序深度的加深，这边是从20倍到200倍，可以看到定序深度越深的话，它的抠到的 SNP 的数目就会越来越多，我们都可以看到它是往上升的。那在这三个区域里面还是会有数目上的差异，可以看到在阴虫区域它的数目是比较高的，那在 splice site 的变异数目是比较少的，那在 exon 区域的呢是介于两者之间。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知道说在 splice site 以及 exon 区域的变异是比较少的，是因为它这两个区域它是属于比较保守的，所以它的变异数目就会比较少。那另外一个可以观察到的现象就是定序深度越深，的确分析到的变异也会越来越多。接下来这篇 paper 它以 BRCA2 这个菌来为大家做
的例子，他告诉大家说，首先看这个图，横轴的话表示是 BRCA2 这个菌的位置，那纵轴呢，这边指的是该变异它的定序的深度是多少。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同一个菌上面，它的定序深度其实是不平均的。好，我们来看哦，在有些区域，其实在定序深度越深，在定序深度20倍的时候，它就已经有被抠出来了。那随着定序深度越来越深，那它每一个变异 的定序深度也会跟着提高。可是在我红色框起来的这个几个区域，它必须要在定序深度将近要到160倍或者是到200倍的时候，才有机会 被定序到，然后并且分析出来。所以这张图它告诉我们的就是，有一些区域很难被定序到，必须定序深度够深才有办法被分析。那到底要多深才够呢？这应该是很多人的一个问题。那一样的，它是以刚刚的图示一样，点点的颜色越深，它表示它的定序的深度越深。那也是以 BRCA2 这个菌为做例子。那括号内，每个图的括号内表示到的是这个区域所分析到的变异数目。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定序的深度越深，它的每一个变异的定序深度也会渐渐逐渐的提高，同时变异的数目也会渐渐的增加。但是在这个例子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在100倍的它是15个，然后变成16个到17个，也就是说到140倍的时候就不再增加了。所以先为大家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就是刚刚提到的是生殖细胞变异，就是 germline variation 的研究当中，然后特别是指的是 WES。 那分析20倍到200倍之间，定序深度越深，的确能够分析到的变异又越多。那另外一个资讯呢，就是有一些区域很难被定序到，必须要定序深度够深才能够找到像这些的变异。那接下来呢，是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刚刚讲的是 germline 的 variation 所需要的定序的深度。那现在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somatic variation， 它的体细胞变异，它需要的定序量又是跟 germline variation 有什么不一样。我举这一篇为例子，它这一篇是今年才发表在 Nature 上面的一篇 paper， 那它的所用的定序方法是 WGS。 那它一共收集了2000多个 whole genome sequencing 的 data， 你看横跨了38种的癌症 的资料，然后把它的所有的平均的定序深度做一个统计。左边的呢，这边是 tumor 的，就是癌组织 sample 的定序深度，我们可以看到它大概是从30倍一直超过100倍甚至之上。那另外呢，右边这个是它配对的正常组织的定序深度，可以看到它大概落在也是一样是50之下到50多一些，可以明显的看到它们这两种简体的定序深度是不同的。那其中癌组织是比较高的，那它其配对的正常组织呢，它的定序深度是比较低一些的。那延续刚刚那一篇研究，他把不同的 cancer， 这个横轴是代表每一个不同的癌症种类，然后这边是它的平均的定序深度。我们可以看到红色指的是 tumor， 然后蓝色指的是 normal， 可以看到大约是分界是在50倍这个 分界上面。tumor 组织它的定序深度会高于50倍，在各个 tumor 之间都差不多，然后 normal 的话都会比较低，都在50倍以下。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差异呢？那我们要来讲一讲，那就是因为他想要看到的是这个 somatic variation。 那在 somatic variation 呢，要提到的一个名词就是 variant allele fraction， 就是 VAF， 也有人是叫 variant allele frequency。 那它指的就是说在 tumor 里面这个变异它的存在的比例大概是多少。那举这一篇2017年发表的 paper， 它上面有做统计，
也就是横轴代表的是定序深度，那纵轴表示的是 sensitivity。 那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颜色就是不同的 VAF 的种类 的变异。可以看到如果 VAF 是在 40%， 就是在 tumor 组织里面有 40% 能够看到这样子的变异的话，那它可能需要的定序深度就不需要那么深。可是随着这些 VAF 增加减少的话，例如说到了10%好了，就是在这个 tumor 组织里面有占10%的细胞有这样子的变异 的情况之下呢，可以看到其实要就是在100倍的时候可以看得到。可是如果越来越低的话，那我们的定序深度就要越来越深。所以它表示的就告诉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定序深度越深，我们可以看到 VAF 较低的变异。因为这些 VAF 较低的变异有时候反而是我们需要 去特别注意的。好，所以在这边呢，第二个结论呢，就是在体细胞变异的研究当中，癌组织的定序深度建议高于配对的正常组织，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定序深度越深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VAF 较低的变异。 OK， 好，这就是有关于定序深度上面的一些研究。那现在来讨论的呢，是 WGS 跟 WES 在用途上的差异。那像刚刚我提到的，像罕见疾病其实应用在临床诊断上面已经有非常普遍的情况。那我们来看看这几种不一样的 NGS 技术它是在临床上面是怎么去应用的。首先我们先来看看 Gene Panel 的话， Gene Panel 它就是选定特定的一些菌去做定序。那它的优点就是价格比较便宜，分析时间短，而且这些 Gene Panel 其实都是一些专家他们特别去选出来的，然后这些基因呢都是与疾病相关的。例如说你已经确立说你的某些疾病是跟哪些基因有关的话，那你可能就是选择 Gene Panel 去做定序。但是不过因为还是就算你选择 Gene Panel， 还是有一些人他没有办法找到他的致病 的变异，就是剩下有 10% 的突变我们还是只能靠 WES 找到。也就是这些某一些人他的变异并不是在你当初预设的那些菌上面发生了 mutation， 而是在其他的菌上面发生了 mutation。 那在临床的方式的应用方面呢，所以常常会选择的第一阶段先用 gene panel 的方式去寻找突变，如果找不到的话呢，接下来第二阶段才继续用 WES 跟 WGS 来寻找突变。那怎么选择这两种呢？WGS 的优势呢，就是它的可以找到可信度比较高的 copy number variation， 也就是 CNV， 而这些可能就是跟疾病有关的。那现在呢，有一种新的技术是 PCR free 的 WGS 技术，它可以更完整的覆盖整个基因体，也就是它的定序深度会比较平均。所以整体来说 WGS 它是优于 WES 的，因为它省去了我们去 capture 的 hybridization 这个步骤，它可以更全面的去分析疾病的成因，然后并且呢，它的优势还有就是在整个基因体覆盖度一致的情况之下，其实 WGS 加上 WGS 比 WES 更适合 CNV。 那以2016年这篇 paper 来做解释，为什么说 WGS 它的覆盖率会比较平均。那我们比较了三种的定序方式，第一个是 WES， 另外一个是 WGS 是需要 PCR 步骤的，另外一个是 WGS 它不需要 PCR 这个步骤，它们在菌弄里面的平均定序深度的情况。横轴呢是指的是这篇研究它专指的是 coding region 的地方，那它去比较了在 coding region 上不同的 GC content 的定序的深度的情况。可以看到黄色这个就是 WES， 它在随着不同的 GC 的分布的情况之下，它会有上上下下，尤其当你的 GC content 越高的时候，它的定序深度就开始下降，也就是它的定序结果就会比较不好。
那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就是 WGS， 它必须要有 PCR 的，它是橘色的这个。那 WGS 这个是不需要 PCR 的话，它是最稳定的，也就是说在不同的 GC content 上面，它的表现的平均定区深度都是相当的一致，这样的话非常有利于我们做后续的分析。那在不同基因资料库之中比较 WGS 跟 WES 的定序深度上的差异，常常会听人家说WES 定序的时候，第一个 exon 它的定序深度都会是比较低的，所以可以看到的确是有像这样子的情况。如果以黄色是 WES， 橘色是 WGS， 我们来看一下在不同的资料库 ACMG 以及 RefSeq 来做比较好了。它所有的 exon 上面的话，这两种定序深度的差异是比较不大的。可是如果我们专门把第一个 exon 把它挑出来看的话，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WES 它的定序深度就会比 WGS 还要低，因为第一个 exon 它的 GC content 通常是比较高的，也是我刚刚说的，它的定序深度就会比较掉的比较快，就会比较低。好，那在 WES 跟 WGS 在医学研究上，它的定序结果能够解释疾病的比例呢，又是如何呢？那根据2018年这篇 paper 它的统计，它统计了大概30篇的研究，它可以发现说，利用 WES 能够解释疾病的比例呢，最低是 3%， 也就是它能够找到的比例其实非常的低。那WGS 呢，它最低呢都有 17% 的人能够解释它的疾病的成因，那最高的话 WES 是比较高的，能有到 79%， 那 WGS 呢是稍低一点，大概在 73% 左右。好，那总结我刚刚所说的，我们先来看一下 WES 跟 WGS 它的优点跟缺点。首先我们来看刚刚说的 WGS， 它的优点就是它的涵盖区域较大，它可以侦测除了 exon 以外的变异，例如它可以看 promoter 的或是 regulatory 的 region 的variation， 那它并且它也适合大片段的分析，还有结构的变异，那还有就是它的 read coverage 是比较平均的，那找到与疾病相关的变异的比例比较高。但是它也有它的缺点在，它的缺点就是分析时间很长，因为它的资料量很大，然后它的费用也很高，不过已经比以前还要低很多了。那资料需要的储存空间相当的大，都是以几 T 几 T 来计算的。那 WES 它的优点呢，就是它的分析时间较短，费用较低，它的资料储存空间比较小。那同时呢，它的定序深度可以定的比较深，因为它的区域比较小，你可以在特定的一些菌上面去定的比较深，去侦测比较VF 比较低的这些变异。那分析出来的变异呢，因为都是在 protein coding 的 region， 所以你可能比较能够解释它跟外表型之间的关系。那它的缺点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它的 read coverage 比较不平均，就是你即使定到很深了，它的定序深度还是没有像你想象中的那么高，尤其是在第一个 exon 的区域。那另外一个就是它比较没有办法去分析大片段的变异，例如说 translocation 或者是 structure variation。 那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人类大部分的 exon 都小于200 base pair， 所以如果定序长度大于200 base pair 的话，那些read 都那些区域就会浪费掉了，就会变成是 off target 的 region。 OK， 好，就是以上就是我做的一些介绍，那先做个休息，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那接下来呢，下一步骤就是下一部分呢，就是会讲解说这两个WES 跟 WGS 它可以应用在什么样的分析上面，以及它是用什么样的分析软体跟它的步骤。好，那刚刚谢博士已经跟我们介绍 whole exon 跟 whole genome 的不同，那以及呢定序深度造成影响，所以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现在先发一下，就是先打字发问。那我先帮大家问一个问题，就是刚刚介绍了这个不同之外呢，我想请谢博士帮大家 summary 一下，
在 whole genome whole exome 跟 target sequence， 它到底什么时候我应该采用哪一种平台，使用时机怎么样？因为在现在研究预算有限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要选择最正确的平台以及最正确的深度来做分析跟研究，所以我们请谢博士帮大家介绍和解释一下。 OK， 好，那首先呢，这三种，一个是target sequencing， 然后一个是 WES， 一个是 WGS。 那我的建议是说，如果你的预算有限，然后你收集的简体有够多的话，那你对于你的研究想法是说，你想要知道这个疾病它的在已知的基因上面的变异的分布情况，或者是想要在这些基因上面发现一些新的变异的话，那你可以选择的是 target 的 sequencing， 或者是WES。 但是如果你想要看的是 novel 的，就是在不同，可能是这个疾病从来没有人发现过在某个菌上面发生 mutation 的话，那你可能就会投资比较多的钱，然后获得比较 novel 的结果，那你可能可以选择是 WES 或者是 WGS。所以有时候sample size 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如果说你收集的简体很多的话，也许你可以选择，经费不足的情况之下，也许你可以选择是 target sequencing。 OK， 那我们现在先看一下大家的问题。 OK， 那第一个有人问说，请问常见变异对于疾病影响很大的有哪一些的例子？哦，这个的话就是在下一阶段的时候我会有像这方面的介绍，因为这个跟我们分析的流程跟应用的时候会比较提到的。 OK， 好，那还有WES off target 的区域可以拿来利用吗？ OK， off target 的区域off， 它当然是可以啊，因为其实你 off target 的话，例如说 WES 来讲好了，它 off target 它指的它可能是在它的three prong 或者是 five prong 端的话，其实也是可以拿来用的。例如说它可能是跟调控有关，它不是跟 protein coding 的会改变 amino acid 的话，其实也是可以拿来应用的。这些其实在分析上的时候我们并不会删掉，而且我们会在做 annotation 的时候其实会把它加上去，虽然它不是在 protein coding region 的话，但是我们会在它的后面帮你加注说它是在某个菌的例如说上游多少几个 base pair 的区域，那它的位置是在这边有发生这样子的 mutation。 OK， 然后有一个问题是还蛮常遇到的问题，就是 FFP 样品适合做哪一种。 OK，因为现在其实很多医院他们收集很多的简体，那有些简体是冷冻的，有些简体它是好多年前收集的。 FFP 简体的优点我觉得是在它的时间很久，例如说它可以追踪病人的一些 survival， 它可以追踪病人他的目前的康复的状况或是他的疾病的进程，所以它其实可以相对应用的医疗资讯会比较多，所以 FFP 简体常常也会被送来做定序做研究。那可是它会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它在经过这样子包埋福马林泡然后包埋的结果的时候，会造成 DNA 断裂，然后并且会有一些化学变化产生，它会增加你 FFP 简体里面的 mutation， 例如说最常见的是 C to T 的这样的 mutation 情况，所以有时候你会不知道说这些变异到底是因为 FFP 简体所造成的，还是因为疾病所造成的。所以在挑选 FFP 简体的时候，我建议可能是以 WES 会比较适合，因为它如果断掉的话，那其实它就在整个whole genome上面的分布其实就已经不是那么平均了，在先天不足的条件之下你又去帮他做whole genome，其实是有一点浪费，所以 FFP 简体它可能比较适合的是 WES。 那还有呢，我们再挑一个问题，然后之后再来做总结。 OK， Pizza 喂 WES 第一次 read 不够目标，第二次再问造成 duplication rate 的计算偏高吗？
在第一次定序的不够，再补上第二次的话，其实 duplicate 的 read 不见得会比较高啊。对啊，因为它其实是duplicate 它的来源在下一段好像也会讲到，它其实是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你在建库的时候所造成的，那另外一个呢才是你上机之后所造成的。那第二补上第二次的话呢，通常应该是不会造成 duplicate rate 的提高。duplicate rate 的我们的经验其实是跟你的 DNA 的 quality 比较有关系。当你的 DNA quality 比较不好的时候，相对的你的 duplicate 的 rate 就会马上的提高。OK， 那我们现在先请谢博士去讲后面的分析的介绍。那最后如果大家的问题还我们刚刚没回答完呢，我们在最后总结的时候再来一个一个看可以回答的问题。Okay.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会针对的是 WES 跟啊对不起写错了 WES 跟 WGS 的分析方法还有项目。好，这个就是 GATK 它的官网。那但目前呢，所有的分析的工具里面，就是 GATK 它这个软体，它的更新速度最快，还有更新的次数最多，然后它的能够分析的项目也最多，所以那它刚好它的开发者又是这个世界上非常有名的 Broad Institute 他们所开发的。那 GATK 其实它就是 Genome Analysis Toolkit 的简写。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到 GATK 上面的官网去逛一逛，它的东西相当相当的多，可以看到在上面的部分它会有告诉你怎么使用，还有它所有的 tool 的 index， 并且呢你还可以在上面做发问，还会有作者出来回答你的问题，并且你也可以在这个网页上面去下载 GATK 的 tool， 然后自己来练习看看。那这就是他们的主要的分析流程，告诉你说他们是怎么进行的。那从这边开始，左边这边是实验端，也就是你收集到了 sample， 然后上机去进行 NGS 的定序，接下来你拿到的 read 的资讯，然后经过 GATK 的分析流程，最后你拿到的是你的变异的种类，还有它的名那个 list。好，它的流程呢，就是首先会先 mapping， 也就是我们拿到的 read 呢，会先去做跟 human reference genome 去做比对。那还记得我们刚刚说的，我们的目前比较常使用的还是 HG19 这个版本。好，那资料的前处理有哪些步骤呢？光资料前处理就可以看到它有这么多的步骤。首先你拿到的原始资料呢是 FASTAQ。那拿到了之后呢，其实在这个步骤我们会先做 QC， 也就是我们先针对定序结果比较不好的资料，我们先把它移除，接下来才会进行跟 Human Genome Reference 做 mapping， 然后 mapping 之后会 得到我们的 band 档， band 档之后会做 mark duplicate， 也就是刚刚有提到的去除这些 duplicate 的 read， 然后接下来进行BQSR，然后最后才得到我们最终可以分析的 band 档。那 duplicate 它的来源呢，可能会有两种，一种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其实是在你在建库的时候，它所用 PCR 所造成的一些 duplicate 的现象，也就是其明明是同样的一段序列，那它增加了很多很多条，其实它的来源都是一样的，像这样子 duplicate 的 read 我们必须先把它滤掉，原本避免我们之后分析的时候造成误判说，例如说这些变异存在于这个 DNA 里面很多，其实是来自于 PCR 所造成的结果。那另外一个呢 duplicate 它就有可能是在定序平台上面所造成的光学上的 duplicate。那有这几两种的话，其实都不用担心，因为其实在 GATK 它的分析流程里面，它有这样的工具可以让我们去告诉我们说哪一些 read 它是来自于 duplicate 的，我们会把它标注上来，并且会把它排除在我们的分析之外。那
分析的流程可以分成主要两个，跟刚刚有所说的一样，一个是 GemLine 的分析流程，就是生殖细胞系的变异流程。它的变异流程分析的流程，这边是前处理是一样的。那接下来呢，它会得到利用它的 haplotype caller 去得到它的 GVCF， 然后可以进行多个 sample 之后的合并，然后得到我们最后的 VCF 档，然后还可以自行设定你的 filter 的条件，然后得到你最后的 VCF 档。那 somatic 变异的分析流程呢，比较就相当的不一样了。首先最不一样的就是它的简体的部分，在 somatic mutation 的分析流程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你的简体的收集。你的简体要最好是要有 tumor 跟 normal 这样子在同一个人身上 pair 的 sample。 那因为其实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本来就很大，有时候如果你单只有一个 tumor 的 sample， 你就想要知道哪一些是因为会造成 tumor 的变异，其实是有点难，所以必须要有一个 pair 的简体才能够帮你滤掉你本身正常细胞有 的变异。那 GATK 所开发的这个 somatic 的分析软体呢叫 Mutec2， 然后它也有一些可以去除 artifact 的工具，然后最后还经过 filter， 然后还得到你最后的 VCF 档。好，这就是我刚刚说的 VCF 档的长的样子。VCF 档它的其实全名就是 Variant Code Format， 也就是它有制定一个像这样子的格式来表示我们 NGS 的结果抠出来的一些资讯，那全世界通用都会固定像这样子 的格式。前面井字号的话是它的 header 的部分，那再下来是它的一个井号的话就是它的 header， 还有 chromosome 告诉你它是在这个变异是在哪一个 chromosome 上，那它的 position 它在这个 chromosome 的哪一个位置，然后还有它是在dbSNP 上面是哪一个编号，然后它的参考序列是什么，它的变化 的序列是什么，然后还要会附上它的 quality。 哦，因为 GATK 它有一个让你可以设定一些条件 filter 的条件，所以你设定之后有通过这个 filter 条件的话，它会给你一个 pass 的记号，然后接下来就是会告诉你一些这个variant 它的 information， 例如说它的 redepth 是多少，那 allele frequency 是多少，然后还有它的 genotype 是什么，它是 heterozygous 还是 homozygous。 然后如果是你是多个简体的话，你还可以把它合并起来，这是第一个简体它的 genotype， 这是第二个简体的 genotype， 这是第三个简体的 genotype。 那在 VCF 档得到之后呢，其实并不会有 annotation 的 information， 那还要经过 annotation 的 tool 才能够告诉你说这个变异它所在的一些详细的资讯。像刚刚 VCF 档里面它只告诉你说它所在的位置，它并没有告诉我们说它是在哪个菌上面，所以要经过 annotation 之后才会得到。例如 annotation 可以加很多很多的资讯在后面，例如说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它是在菌落的哪一个区域，那它会不会改变那个氨基酸的种类，然后还有说它的变异的特征它是在哪一个 cytoband， 然后它是不是在 small RNA 上面，然后它是不是在 regulatory 的 region， 或者它是在一些 transcription factor 的 binding site， 或者它是在 repeat 的 region 上面。那我们也同时可以告诉你说这个变异它的保守度的情况，例如说在跨物种之间它的保守情况会有一个分数。那还有接下来呢还会做跟人群资料库做比对，例如说可以跟 1000 Genome Project 去做比较，告诉你说这个变异它在1000人里面它大概发生率是大概是多少，然后甚至还有可以有更多的资料库，现在世界上有 Exact 跟这个 Nomad 它的存的资料库都已经是几十万笔的资料在里面了。那还可以跟另外的 dbSNP 做比对，就是可以告诉你说这个变异它是不是常见变异，或者是它是有跟 cancer 有关的，是 cosmic 上面，
或者是它跟遗传疾病有关的 omics 上面，或者是它是在跟世界上累积的这么做了这么久的 GWAS study 里面，它有没有相关的资讯，也会在 annotation 里面也可以加上去。另外一面呢，另外一方面，它也可以告诉你说，这个变异它的 gene ontology 是什么，然后它是不是在某一些 pathway 上面有发生，有会造成影响。好，所以这就是 variant annotation 的样子。我们会在后面，就是刚刚的 VCF 档后面会增加栏位，例如说告诉你说 gene name 是什么，那它的 function 是什么，然后它的 gene 的 code 是什么，然后一直往后贴，告诉你它的资讯都一直往后。好，那 Gemini 的 variation 呢，它的可以分析的方面有哪些呢？所谓的 Gemini 的 variant， 它就是叫你去遗传相关的疾病。那遗传相关疾病呢，可以分成是单基因疾病，就是我们俗称的孟德尔疾病。那另外一个就是多基因疾病，就是常见的一些比较复杂疾病，例如说糖尿病，像阿兹海默症，像这种比较复杂跟比较常见的疾病。另外一种呢，就是非遗传性的疾病，然后接下来会为大家做介绍。那它分析的流程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我们会拿到 raw data， 然后做 QC， 做 alignment， 然后之后透过不同的分析软举体去得到我们的 SNV 或 indel， 或者是 copy number relation， 或者是一些结构上的变异，会透过不同的分析软体去进行。那它可以分析的内容有这些，也就是你可以跟现有的资料库做比对，或者是在家族性的样本里面你该怎么做分析。那可以种类可以分成是SNV indel 或者是 copy number variation 或 structure 的 variation。 那首先一定要先提到的，为什么刚刚我们一定要跟一些大型的人群资料库做比对，然后看它的 allele frequency。这个就是 allele frequency 跟 genetic effect 之间的关系。横轴呢表示的是 allele frequency， 从左边是非常罕见到右边是非常常见，大概常见大概是 0.05 以上，我们称为常见。那这边呢是就是分数越高的话，表示它影响的程度越高。那我们通常呢就是假设根据你的假设，如果这个罕见疾病呢，它是罕见的，所以它的变异造成它的变异呢，它的 frequency 其实就不会很高，所以它应该是落在这个区域，也就是 rare 的 allele 会造成这些单基因疾病的影响很大，也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看到的那些罕见疾病一点通里面的 database 里面的变异，可能就是这些，它的 allele frequency 是低的，但是它的影响是高的。那我们常听到的 GWAS 的研究呢，就是落在这个区域，也就是它通常探讨的是allele frequency 比较高，但是它的影响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然后它会造成的可能是比较常见的复杂性疾病。好，那我刚刚有讲到说加系样就是孟德尔疾病的话，其实你也要去考虑它的疾病的 model 是什么，首先还有你收集的简体的来源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加系样本最常看到的，也就是你这个罕见疾病在家族里面常常看到，也就是你收集的家族里面很多个人的简体，然后他们你觉得这个疾病它是显性遗传，所以你将他们的 DNA 去做定序之后，我们取 overlap 的区域 的变异，然后这些变异有可能就是因为就是造成这个家族得到这个疾病的原因。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它是隐性遗传的话，那就是爸爸妈妈可能都是 heterozygous， 然后小朋友会生病，就是因为他们两个都遗传到了另外一个生病的 allele， 然后造成 homozygous， 所以我们要找的就是出现在爸爸妈妈是 heterozygous， 在小孩里面呢他是 homozygous 的这种变异。那另外这种散发样本呢，就是相对于一些加系样本，那就是在人群里面他们之间并没有血缘关系，可是他们却生同一种病，那我们也可以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去找他们的 overlap， 然后去看看说是不是这些他们共有的这些变异就是造成他们生病的原因。
那在多基因方面，多基因疾病方面呢的研究的 strategy 其实也是有点类似，像以这个研究2014年的研究，它就是收集了一个大的家族，那这个疾病呢是复杂性的多基因疾病，所以它就把有生病的人把它列出来，然后去取他们定序之后取交集，就可以找到说在这个家族里面会生这个病的原因的变异可能是哪些。那像这种 de novo 刚刚有提到的是新生突变所造成的，就是爸爸妈妈都是正常的，然后小孩子生病了，那所以小孩子我们就把这三个人去进行定序之后，扣掉妈妈跟爸爸之间都出现的变异，只有在小孩子出现里面的话才有可能是造成他生病的原因，这也是其中一种方法。另外一个常见的就是关联性研究，关联性研究它的方式呢就是检测疾病与变异之间的关联性，那它会分成两组，一种是 case， 一个是 control， 然后去比较，像这边是 case， 这边是 control， 然后把每一个 SNP 把它列出来，列出来之后呢去计算它 的 frequency， 在不同的 allele 的 frequency 是什么，然后去做统计检定，例如说在这个例子里面它的这个位点呢它的 P 值就相当的显著，有到10的负15次方，表示说这个 SNP 跟这个疾病它有高度的相关性。好，那像这样子关联性的研究最后常常会看到的，像这个图就是Manhattan Plot，也就是这个是举的是几十万人的阿兹海默症的关联性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常常听到的 APOE 它就是跟阿兹海默症相当的有关，它在这么大型的研究里面它依旧是非常的显著。那另外的就是体细胞变异，就是专指是 cancer 跟 normal 之间的 cell 之间的 study， 那它可以收集的简体就是必须要有 tumor 跟 adjacent normal， 然后分析的流程也是一样，会做 alignment， 可是它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就是因为你有收集 normal 的，所以你也可以去做 germline 的一些分析，然后去找寻找一些易感性基因的发生的变异。那另外一个呢就是pair 的简体，pair 简体的话它专看的就是 somatic 的，所以也可以分成是 SNV EDEL 以及somatic 的 CNV 跟 somatic 的 structure variation， 那它可以分析的项目就非常非常的多，我接下来会大家就稍微做一点点的介绍。那 germline 的部分呢就是去看看易感基因的分析，所谓易感基因就指说那个基因突变之后会让我们提高那个疾病的风险，那我们筛选的方法呢就是去 database 里面去做基因筛选，那为了增加可信度的话，我们会选择定序深，通常会选择定序深度大于10倍的变异。那我们删去，就像刚刚说的 MNF， 就是 allele frequency 不能太高，因为如果说这个在这个变异跟疾病有关，然后它的影响，它在人群中又发生的比例又很高的话，那不是大家都生病嘛？所以我们会删去就是常见的变异。那根据的 database 可以利用DBSNP 或者是 1000 Genome Project， 然后我们也可以删去这些 synonymous mutation 或者是位在non-coding region 的地方，然后同时我们也可以利用 SIFT 跟 PolyFan2 这两个都是蛋白有害性预测软体去挑出可能有害的变异，这就是我们一些 filter 的方式去得到我们易感基因的筛选。那接下来要讲的就是这一块，就是 somatic 的分析，那也是一样可以利用，现在因为研究非常的多，然后它的基因资料库有相当的多，所以有像这个 CGC 的这个 database， 然后还有一些大型研究他们所挑选出来跟 cancer 有关的 gene list， 然后同时也可以利用一些 filter 的方式来降低我们的找到的变异的数目。那somatic 的 CNV 的分析的，我们利用的是 GSTIC 这个 tool， 它可以去告诉我们说在这个在收你收集的简体里面，很多个简体里面它有可能是在哪一些区域它有发生duplicate 的现象，红色是 duplicate， 蓝色是 deletion， 所以可以告诉你说它是在哪个位置可能有发生 gain 或者是 lost， 那去做接下来的验证。
那另外也可以做的就是高频突变基因的途径分析。那这个就是例如说，其实基因突变它常常应该是 random 发生的，可是如果是跟 tumor 有关的话，那它就不是 random 发生的。所以 MUC7CV 这个 tool 呢，它就是可以去区分出哪一些是 background rate 的 mutation， 哪一些是 significant mutate 菌，然后可以帮你挑选出来说哪一些菌它是在你的 tumor 里面的突变的比例是异常的高。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画就是 mutation 的 spectrum， 也就是告诉你说在你的简体里面，在你送检的简体里面，它的 somatic 的 variant missense 的 mutation 则占的数目，或者是 nonsense， 或者是在 splice site， 还有这不同造成不同影响的菌的 variant 它的比例，还有它的种类，以及它的变异的种类是这种种类，例如说它是 T2G 或者是 T2A， 像这样子的分布的情况。同时呢，也可以去接下来做 mutational signature 的 analysis。那在 COSMI 这个网页呢，它就收集了几十种的 signature， 也就是将你的简体里面的变异把它分成这六种变异，然后画成一个图谱，然后经过相似性的比较，去告诉你说它跟 signature几比较类似。因为在根据前人的累积的研究，我们可以知道说 signature 1它可能是跟年纪比较有关，或者是它是跟 BRCA 这个 mutation 比较有关，甚至它是跟 MSI 就是微卫星不稳定现象有关的。像这样子 的不同的 signature 我们也可以做分析。另外一个呢，就跟大家会比较能够想象的，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有通过说晚期的黑色素瘤可以纳入健保给付，那它所用的就是免疫疗法，现在非常火红的一种免疫治疗的方式。那其实这些都是根据大型的研究所得到的结果。在 Lancet 2016的时候，他就发现说癌症免疫治疗的反应成效跟肿瘤负荷突变，对，肿瘤突变负荷比 PDL1 的表现量更有显著的关联性。所以我们可以去计算说在你的那个tumor 的简体里面，它的肿瘤突变负荷量是多少，就是它的 TMB 值是多少。那这个图呢，就是在Nature 上面所发表的，在横轴的话表示的是不同种类的 tumor， 可以看到这是数值，就是 TMB 的数值，可以看到最右边就是 TMB 最高的，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黑色素瘤这个癌症，所以它的 TMB是最高的，那目前也是它用于免疫治疗它的成效是最显著的。那它的计算方式呢，是根据在 paper 上面所发表的，就是如果你是 genomic 的 TMB 的计算的方法是在这边，那如果是 coding region 的话，它的计算方法是在这边。那我们还可以利用外科收集，因为我们的tumor 简体都是从外科收集过来的，那其实你常常会知道，想要知道说那你收集的这个 tumor 这一块组织呢，它是不是全部都是 cancer cell， 或者是它是有部分的混了一些正常组织。所以透过像这样子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说你的 tumor purity 是多少，因为 purity 要够高才能够正确的去估计所谓的变异的资讯。那同时我们也可以去了解整色体套数分析也可以去了解整个基因体的突变的情况。好，然后另外就是癌细胞它也是会不断的演化，那现在目前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直线型的，也就是它就是分化一直分化，然后从一团细胞然后逐渐的改变。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有可能分支分成两块之后各自再往不同的演化方向。所以肿瘤的演化分析也可以透过像这样子的分析告诉你说，那在采集不同癌细胞区域的组织去做定序之后，你可以画出像这样子的演化树的图。然后也可以利用突变点的分布情况分析告诉你说，例如说 TP53 这个菌上面在哪一个位置它发生了 mutation， 那它的数目是多少。那最后一个也就是跟免疫治疗有关的，就是肿瘤新生抗原的分析。那它透过的方式必须要有 normal 的 DNA，
以及 tumor 的 DNA 还有 tumor 的 RNA 的资讯，然后接下来做 一连串的分析之后，然后我们得到可能可用 的 mutation 去制作成 neoantigen， 然后再进行后续的治疗分析，像这样子的分析也是目前会有的。好，那就是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个 WGS 跟 WES 它目前可以应用的层面。好，那今天谢博士要讲的内容大概就是关于 whole exome 跟 whole genome 的介绍，以及呢分析流程的不同的 application 应该要怎么做。那我们请小帮手先整理一下这些问题哦。我现在帮大家问一个可能比较简单而且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大家都知道 GATA 刚刚有讲过是一个标准的 pipeline， 就是它是一个标准的工具。可是呢，在它演进的过程中，有各种不同版本的出现，比如说现在有四跟三的差别。那一般在实务经验上，你会觉得说，如果我要可以比较的话，我未来应该要怎么样去对这些不同的 data 去做比较？是不是要把以前 GATK 三版的去重新分析，才可以有可比性？哦，当然，就是这两种 GATK 三跟 GATK 四，其实它的差异其实非常的大。首先，它的分析的 pipeline， 它有一些只有在三里面有出现，在四的时候它就把它移除掉了，因为它觉得不适合。所以 GATK 四其实，他删掉了一些他们觉得不适合的流程，所以他的结果其实差异非常的大。那我们的分析结果是发现说 GATK4 它会产生比较多的 mutation， 它会产生就是分析到比较多。那分析速度来讲的话， GATK4 比 GATK3 还要更慢， GATK3 还比较快， GATK4 真的是很慢。不过我相信他们的开发团队应该是经过了非常多的测试，所以才会开发出新的版本。那他们是推荐说希望能够使用的是 GATK4， 那如果你之前是 GATK3 的话，其实那你接下来的研究还是要维持 GATK3 一起比，不能说你一些是 GATK3 一些是 GATK4， 我觉得这样子可能会造成一些错误产生。那如果可以的话，你就把你之前的 band 档拿出来，然后再重新跑一次分析也是可以的。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大家问哪些问题。OK， 我想啊，不然你帮我跳好了。哦，先看这个 okay, 就是版本上差异。因为我们就是其实你现在去看到很多的研究结果，他会说他是用38版的，那其实38版跟37版的话其实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它有工具可以直接整批帮你直接兑换，所以其实不用担心说版本上的差异会不会造成你后续没有办法验证。不过只是要非常的注意的就是，当你拿到了你的分析结果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去注意它是用19版，哎，它是用37还是38版？因为你接下来去设计验证的时候，你要就是有些数，它其实它的 genomic 的 position 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要去对到它的正确的位置，才能继续做 validation。好，那刚刚因为我们有讲到定序的问题嘛，所以我们有一题有一个人问的是 whole exome 跟 whole genome 要分析 CNV 的时候深度应该要多少？哦。其实在目前他们推荐这样的这些什么 WGS 50倍、30倍、 WES 100倍，其实就已经都可以分析 CNV 的部分了。那只是 WES 它有特别去一些专门针对 WES 所开发的 tool 去分析 CNV， 那有一些 tool 它是同时 WES 跟 WGS 都可以分析 CNV，所以在这方面的分析上的深度其实就是一般的就可以了，只是越深的话当然会增加你的可信度，也就是你分析出来的结果能够比较能够真实，之后去做验证的时候能够得到正确结果的机会也会比较高。好，那刚好提到不同的 tool 可以做，所以也有人问到说在 color 的时候，就是 covariant 的时候，有哪些不同的工具可以做比较？哦，
像我们刚刚介绍的其实只有 GATK 嘛，那其实在 SMV Intel 的方面其实还有很多，例如说 VASCAN2 它也可以分析 SMV 跟 Intel， 那它也可以分析 Somatic Variant， 那还有 SAMTools 也可以分析，那不同的分析 tool 所分析的结果会差距其实还蛮大的，其实有很多的 paper 都有去比较说在不同的 tool 里面它分析出来的结果 overlap 的情况，画一个 Venn diagram 然后去给你看，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三个圈圈其实并没有完全重叠，所以有一些研究呢就想说好吧，那不然我三种都用，然后我取交集，然后它就是增加可信度，也就是说这也是增加如果去 narrow down 你的 variant 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不同的 tool 它三个都有被 call 到的话，表示它的真实性可能就提高了，所以这是一种方式。那在 CMV 还有 structure variation 就有更多工具可以选择了，所以其实不用 单一说你一定要某一种工具才是比较好的，主要是看你的需求，然后还有你的一致性比较重要。那目前的今年去年还是今年也有去很多的 paper 去比较不同的 tool 它之间的特性是什么，例如说 WES 的 CMV 分析来讲好了，他说其实并没有某一种的 tool 最好，你可以根据你的资料的特性，例如说你想要看的 CMV 的大小，如果你要看很大的你可以选择这个 tool， 那你要看的是比较小的，那你可以选择像这样的 tool。不同深度是交战，这个都没有。这个是一个好问题，就是有人问说，在分析、在判别同型核子，就是 heterozygous 跟 homozygous 的时候，它的定序深度会不会一样？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个问题，还蛮有趣的。你会认为要去区分homozygous 比较难，还是区分 heterozygous 比较难？它的定序深度谁要比较高 ？Chris， 我还在看你。你觉得就是 heterozygous 的定序深度？同型核子。哦，应该是 heterozygous。OK， 对，因为你如果说，例如说你定序深度30个，你出现了两个是不一样的 allele。你就会想说它到底是 error artifact、还是它是真的是存在这个细胞里面的变异，所以你定序深度如果加深的话，你才能够比较清楚的判别它到底是真的变异还是假的变异、所以这个问题就问得非常的有趣。上面还有吗？ OK， 跟 capture kit 有关的哦，有。其实在目前安杰伦我印象中他有几种 capture kit 其实可以选择，他不是只有 V5 V6 而已，他还有什么medical 的一些 capture kit， 就是他针对不同的需求有提出不同的 capture kit， 那也有些人很喜欢应该是说他们想要探讨的是 UTR 的部分，他就会去挑选那种除了 exon 以外他还有包含 UTR capture 的这种 kit，那可以详细的情况可以去问你的托尔斯的业务，他会告诉你说你可以选择的 capture kit 有哪些。好，这里好长哦。看起来应该是临床上的判别吧、就是有一个人问说，在找这些低频的变异位点的时候，那应该要多少的 reads 比较可信，就是他的判断的 threshold。哦。这个其实在像刚刚有特别提到说你的 total 的 read 至少要十条以上才比较可信，那它的 VF 要多少的话，其实我觉得10%吧，就像我刚刚有给大家秀一个图，就是 VF 跟 read depth 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十它是一个有点分界点的感觉，十大概10%啊，觉得这是我的建议。当然是越深越好，否则你后续在做验证的时候自己都会怕怕的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
直播上面先回答问题到这边，那后续会在 Facebook 上面再一一回答大家的这些提问，因为问题蛮多的，不是一时间可以完全回答完。那我们今天就是 Whole Exome 跟 Whole Genome 的介绍跟分析的细节就讲到这边，所以如果大家还有一些更详细或更多的问题的话，可以继续留言。那我们就先再预告一下，就是下礼拜会讲 RNA-seq。在去年的时候，我们也就讲过 RNA-seq 的一些注意的分析的细节，还有一些不同的工具的介绍。那这一次会讲到其他新的可能比较少见的一些工具跟分析方法，以及我们有一个平台会跟大家 announce 啊。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做 RNA-seq 的分析，可以看我们下礼拜的直播。好，谢谢大家，谢谢。那我们深知工三小就下周三再见咯，大家拜拜。